我们来看这个块，在草书上面呢，我们就按照原来的形来写。这个竖心呢，点点不变，我们照写。只是你到底点点在上面、中间或下面啊？那怎么选在上面？好，那再来这个地方，这一样照写过来。好，那就先撇，或那先左后右，就变成啊这样的一个笔法。